我叫张坚南，很高兴又和小朋友们见面了。今天来和我一起来缝包包吧。今天缝的包包是黄色的包包，里面有樱桃。樱桃，好，来拆开吧。我先把它拆开。妈妈，我需要你和我一起缝。太太需要我和你一起缝吗？包包很缝了几个包包了？你还不会吗？缝了两个，刚缝了两个，这是第三个了。第三个。多少啊？那首先要干什么呢？首先，先拿出针。针呢？你的针呢？我的针呢？这儿啊。要把线拿出一张。一根线，说一张线，那是一张纸，不是一张线，说错了。我不会用词。好吧，怎么塞不进去的？妈妈今天是这个针眼这么小呀？妈妈今天是要剪子。剪子昨天放哪儿了？待会儿。我去拿去啊，好像在电脑桌上。是吗？我记得今天我把咱家的竹子那些枯叶搅了搅。妈妈，我先缝面。可以。你先把这些把，这些什么的缝上。下一遍，要不小朋友们，你系扣了吗？没系扣。不系扣能行吗？就穿过去了。好像我缝错了。你要把线穿在这里头，你这样不就看到了吗？对，要从后面，从这大的后面穿过去。我还得重新穿针线了，还是重新穿针线吧。反正我已经会穿针线了。妈妈，剪刀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我先把它。这个需要我来帮你缝吧？缝边是吗？对。那我就来帮你缝边儿，你需要把那个缝上。我知道了。先把它对好，然后翻到背面。要把这个折一下，然后把它缝上。针线一穿，好嘞，你拿出来，这个应该挑短点，短一些，然后再缝一针。好，怎么这样子的？然后缝到背。缝了好几次了，应该很熟了吧？我不知道小朋友们熟没熟，听着我应该熟了吧？我都熟了，小朋友不知道小朋友们熟没熟？小朋友也会跟你学会怎么缝了。把它的。你要线一定要拽的均匀啊。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来给你缝这个底儿吗？妈妈，还是你缝的底儿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对这个缝东西
熟悉呀、啊。这就是需要练吗？这个就是让我们长大。马上要缝到那个地方了，妈妈。嗯。缝这个应该咱们缝得很快吧？对呀，需要快点。嗯。小朋友们看到了，可以叫一下。先把这个线断一下，哎，转上。我觉得你缝很吃力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但是这有的眼儿给我们打的不，很难使劲的才能穿。妈妈、嗯、我第一次缝的那个包包、嗯、那时候我行的不我还那时候我还不会缝嘛，用的时间比较长嘛。嗯，现在快了吧？嗯，快了一点了，一次会比一次快的。嗯，那么你看我穿这么多了。嗯，快吗？很快呀。妈妈，为什么每次我会把眼儿穿到另一边呢？那你就没对准呗，两个眼儿一定要对准啊。那就是不正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好了，又缝完一针。妈妈，我觉得我缝完了好几针了。哦，扎到了。这个这也能扎到手啊？嗯，疼啊，扎的也很疼啊。妈妈。嗯。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呢？哪个？这样子呢？缝到后边呗。怎么缝啊？这你可以上面还有什么图案？上面还有那个，这个还有东西呢。把花缝在下面。但是这个是在这儿的。哪个？妈妈这样就不好看了，那怎么缝啊？该怎么缝？你是不是缝错了？没缝错呀，没有一个没缝对。那这个是缝哪儿的？这个，这个缝这儿的。那这个怎么办呢？只好系上了吧。这也不能在这儿系呀，在这儿系不好看。那怎么办呢？可以穿到下面吗？穿到下面，这个眼没有了呀。哪个？这个眼。可以从这儿穿进去吗？哦，这个呀，那不穿进去，你这边还落了呢，这怎么缝的？那不，我不得缝这边，我们再缝这个吗？对吗？这样就不好看了，你就穿这个吧，从这眼穿过来吧，缝这个。嗯，缝完了，缝。你应该是从这块这样转过来，怎么缝，知道吗？缝错了。你这个缝错了。这就是你没有经验，对呀。嗯，妈妈，那以后你帮我缝呀，我先缝那个吧。面儿你来缝呗，面儿多好看呢。这块更不好缝点儿。对。嗯。那我缝完了，你先缝那个，我先缝上面呗，可以吗？嗯，以后就等你自己缝。
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缝的多了，越来越熟练了，所以你就自己缝呗。以后长大，妈妈也不能总帮你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对。什么事都要自己去做。试试边穿个牙齿膏。又得转线喽，又得变短喽。好了。妈妈，嗯，为什么要缝到特别特别好呢？当然了，做什么事情不都要做得好一点吗？妈妈，你缝完了？对呀。这么快？快吗？快呀。那你也要加把劲儿了啊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加把劲儿，我这块都缝完了。妈妈，那一会儿你帮我缝呗。边上边角边缝完了，底边下面要缝下把。妈妈，让我缝呗。这个是什么花？前面。嗯，前面是俩这个。完了，还有两个白的，嗯，还有一个白的呢。你需要把这个大白球，这个掉了，怎么掉了？这个掉了，掉这么多呀？掉了很多。妈妈，那你先帮我找一下。哎，这个还有一个大白球。好。嗯，俩花。嗯。完了呢？行。盒子呢？给我一下。先缝吧。咱们得速度点缝了，缝的有点慢了。还得是有俩粉球、嗯。好了，你就是要我那俩就够了。嗯。还得缝这个呀。妈妈，为什么这好看的让我缝啊？因为你说呢？小朋友不是看你缝吗？哦，你把最漂亮的当然是你缝了。知道了。嗯，还是你缝的比较好。你们现在是幸福呀，不用动针了，上服装店就可以了。以前人没看都是用自己用针去缝衣服吗？嗯、现在都有缝纫机。什么叫缝纫机？而且还有电的缝纫机。缝纫机就是你的衣服那些缝啊，它都给你缝上了。嗯，是一种机器。对呀。妈妈，这点还有好多好多小点点。嗯，我们缝完就小点点更多了。就剩你了，我的这个面都缝完了。嗯，这么快呀？对呀。
现在就看你了，速度要快了，加油。妈妈，放个大圆圈，然后萨满还是个花，花这个花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圆圈。哎呀，这不你越来越熟了吗？对呀，熟是熟，这线线拽的有点松了。说过了，一定要把线拽得紧。你看这个松这么多线，嗯、是不是啊？嗯，怪不得每条线都拽得紧一点。妈妈，你觉得紧多少？好，拽过去吧。哇塞，又变长了，还有一个小分区。妈妈，好的，这点还该系一个扣。嗯，把这点上系一个扣，系在前面好看吗？没事吧？要不怎么办呢？嗯，来系紧一点啊！啊，这你打碎的，来拿了手。嗯。好啊，把它剪下来，好嘞。缝另一个草莓吧。妈妈，你帮我。是草莓吗？这是樱桃。妈妈，你帮我缝吧。怎么又我帮你缝了呢？我看看你。需要自己缝吗？妈妈，帮帮我呗。你得需要自己缝。你缝的多好呀。我缝的好吗？嗯。那我先缝上面可以吗？你先缝上。继续啊。